我告诉你，你就能保证我哥哥的安全了吗？绝不食言。你能保证你不食言？你能保证其他的人吗？你能保证所有的人吗？石小姐，我相信我可以把你哥哥救下来。 明天，终于又找到顾衍明这小子的踪迹了。不过，这次行动，灵狐真的有把握吗？怎么，这么长时间了，您对灵狐这帮人还没信心呢？话是这么说，我还是担心呐。您是担心上面的格杀令？格杀令？ 你以为我什么都听武汉那帮蠢货的？是抓是杀，那是我自己的事儿。我担心灵狐万一心慈手软，中了顾冶平的计谋。那，您是担心一张网不保险？我就给他来个双管齐下，明天让卢展飞再去上个双保险。他可是个贪功鲁莽的家伙，万一他把行动给搅黄了。 灵狐是要翻脸的，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这个我想好了，行动以灵狐为主，卢展飞只能在外围协助，必要的时候才可以开枪。我看他顾冶平这回往哪儿跑？一唱一和，关门落锁，上面掌柜的可以安心睡觉了，前方的将士们也可以放心了。 码头仓库。好嘞，大哥，这事儿周伟雄肯定告诉卢展飞了，这买卖别让他一掺和给搅黄了。我觉得呀，关键是咱们自己别乱，万一日本人来了，有卢展飞在，咱们可能行动起来更方便，那这不更乱了？ 所以说嘛，你小子还欠火候。他们真的打起来，咱们不就可以安心的干事儿了吗？哦，我明白了，卢展飞这次成了给咱们挡枪子的了。哎，不对呀，那石玉清还被杜边阳他们盯着呢。哟，瞧你那牵肠挂肚的样子。三姐，笑话，玄武。 有小野俊夫保着呢，石玉清不会出事儿啊！少哥，老公啊，再去找找这个石玉清，老子不相信，这他妈西子的嘴就这么紧。组长。
先生，贺小姐，嗯，能不能把我们送到箱子里，就全看你的了。没问题，我和这里的工人都很熟。多谢了。哎，石一清真的跟你一起走吗？我想，他会来的。 贺子小姐，嗯，我和妹妹都会永远的谢谢你的。哎，其实石玉清可以不跟你一起走，又没有人抓她，她可以光明正大的坐客轮走啊。你想的太天真了，我可以肯定的说，日本人已经知道了她就是我的妹妹。啊，那她不会有什么危险吧？不说了，你先去吧。好吧。 阿福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顾先生，你帮我好好照顾他。贺小姐，你太客气了。你平时对我们不忙，这点忙我还是会全力帮忙。那就谢谢你了。那你们先聊，我去让弟兄们准备一下。嗯。顾先生就是这个人。可靠吗？可靠，我平时没少照顾他们，不会出卖我的。 小姐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没有了，那就进去吧。等等，我有话要说。货马上就要装车拉走，那你们就抓紧时间先说着，我们去一边等。啊，你走。你有什么要说的，说吧。怎么了？我一件事一直想不明白。什么事情？ 你说你在给国家军事情报部门工作，可我听说上海有你们的地下人员，怎么他们就不帮你呢？他们级别太低，不可能知道的。没有高的吗？这涉及到秘密，我不能讲。你不说，我也就不问了。我把你安全送走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 我看是让他给蒙了呀，后悔都来不及了。你抓！玉清怎么还没有来啊？时间都过了。啊，那还等吗？再等几分钟吧。如果他还不来，我就自己走。我走了，将来还有机会能来接的。如果我不走，那就全都完了。
您坐下吧，我们要盖盖子了。来，盖上。你要干什么？我不走了。说走怎么又不走了？我还有事儿没办完呢。哎，把我按住他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我们要抓他！啊！你们要干什么呀？哎，你们干！啊！贺小姐，贺小姐，你干嘛？你干什么？我没有办法。你干嘛？啊！他们不死，我就不可能逃出去。逃跑？你原来跟我说的那些都是假的。战争乱世哪有真假啊？只有自己活命的才是真的。顾叶萍，你骗我。你跟金碧从这边照过去啊，走。哎，小心！组长，是我。搅屎棍，这老板的气儿都给搅黄了。将计就计，看样子指望卢展飞当狙击手是指望不上了。来，这样，白虎，你从这儿绕过去，到时候把顾月平的退路给他断了啊。大哥，我呢？陈飞，
展飞兄，别来无恙啊！我也一直惦记着你啊。你就是这么惦记我的，把枪扔掉，扔掉。展飞兄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 你何苦把我往死路上逼呢？你要不死，我怎么向上司交代？再说了，前方的几十万将士将会死得更多。我是做过错事，但是那种出卖国家、出卖兄弟的事情，我顾野平一辈子也不会做的。好啊，既然没做，那你就跟着我回武汉，说清楚不就完了吗？回去啊。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你的老板已经对我下达格杀令了吧？别动！都给我出来，否则的话，别怪我的子弹不长眼睛。郭月平，你杀死我有什么用啊？所以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咱们兄弟俩都还是活着的好。动不动！ 展飞兄，让你楼上的狙击手也下来吧。小康，让他们下来。还得借你的汽车开开，怎么样？成全一下兄弟。郭月平，你别得寸进尺。就算是我把车给你，你以为你能开出这个院子吗？没有车，我死得更快。横竖是个死。 我干嘛不赌一赌？组长，你把车给他吧。还是这个小兄弟懂事。灵狐的弟兄们也来了吧？都出来！怎么？ 哥，你那么好的身手，怎么会？身手再好也没子弹快呀！我是说，你一点都不懂得爱惜自己。嗨，咱们一帮刀头上添血过日子的人，谈什么爱心？我以后不许你再受伤了。哼，傻话，这不小孩脾气吗？我才不是小孩子呢，我早就长大了，以后你都得听我的。呦呦呦呦呦！大哥。 疼吗？轻点儿，一会儿还有事儿做呢。怎么，你刚救完人，你就要去表功啊？哎，你别说，我还真得找他表表功去。大和商社仓库的事情，你们都没有查到，看来让你们主动出击去找顾野平，是不可能了。 请辅佐官方放心，我会尽快找到顾月平。
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混蛋！我要死着干什么？活的对我们才有意义。是，对不起。卢展飞这回可是栽了大跟头了，居然被人打晕了，扔在一边，就是连我的脸都让他给丢光了。这个不争气的家伙，确实太让人生气了。本来已经是十拿九稳的事了，这一下又被他弄得没了着落。没着落了，我这回就再给他个机会，我就不信他不能正经八百的给我整出点事儿。您的意思是，您不会是让他去盯石玉清吧？石玉清可不是他能盯得住的，他那副急性子，别再惹出什么麻烦来。再说了，灵狐的人还在盯着呢。那就让他去盯喜楼，对，盯喜楼。他总不能总是一点事儿也不成吧？现在要他命的是上海站，而我们是要保证他活下去。既然找不到他，那就让他来找我们吧。顾野平连他妹妹家都不敢去，怎么敢来崇光堂呢？他当然不敢来，因为他知道这是崇光堂。从今天起，让戏楼每天安排石玉清的戏，你们把他送到那儿就离开，造成一个无人看守的假象。当然了，暗地里你要加派更多的特工。我要让戏楼变成一个内紧外松、有进无出的崇光堂。戏楼也绝不是个让人省心的地方。如果我估计的没有错，顾野平还是得去找他的妹妹，可石玉清的家早就被盯死了。不能在家里见，那只能在石玉清的戏楼里见了。这可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。哎，就怕这个卢展飞头脑发热，又把事情给搞砸了。灵狐负责盯石玉清，应该随时都在，到时候你也去。但是记住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千万不能暴露身份。组长，别他妈说话，听我说。大家都听着啊，顾野平是我的，谁要是他妈的跟我抢，别怪我的枪不认人。一定要抢在日本鬼子和卢展飞之前救出顾野平，记住，要活的，不要死的。大哥，费那劲干嘛？枪解决了他不就完了？我答应过石玉清，不杀顾月平。听我指令行事，活捉顾月平。何子小姐，请您替我跟小野先生说一声，我今天有事情不能陪他看戏了。好的，谢谢啊。社长，罗碧叶小姐说，局里有个重要的外地客商，要谈点重要的事情，就不陪您看戏了。竟有此！
神了。阿呆望，却非是才正在郊外闲步，不听敌人宅内，竟又粗过歌声，不知是何缘故，不知是何缘故。哦，有这等事。顾月平进去了吗？对，有人看见了。这回不能再让他跑了，走。雨清，雨清，刚才怎么了？我没事儿。台上跑神了你。对不起，我要卸妆了。跟你说。有完没完？我烦着呢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谁啊？表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现在收拾东西，咱马上就走。现在啊？对，就现在。那好吧。雨清，你怎么又来了？雨清，出事了！出事儿了！出什么事儿了？班主说了，戏园的后门来了好多的日本宪兵。你是谁？没人。前门怎么样？跟这儿一样，也是两车鬼子。组长呢？早进去了。什么？说是去杀顾野平。别害怕，我会想办法把你弄出去的。嗯。雨清啊，那我走了。小心啊。班主。雨清。鬼子来抓你哥哥了！我哥哥来了。来了。是你。我想你们已经见过面了吧？没有。别说了，快走吧。他还不能走。你必须走。我也不能走。我的爷，你不走，让日本人抓了，我们可就没饭吃了。陆边科长，您请。哎呀，陆边科长，您来了。石老板，你也不必想着跑，我也不会再抓你。驷马纵鹰马欲生。他知道，他说他不跑。那就好。发现在哪儿？别回头。
他在台上给咱们唱戏。那现在抓他了？流氓。那他跑了怎么办？你把枪给我。一会儿枪一响，你就带人上台抓人。师长，怎么回事？别乱动！哎呦，啊，出人命了！没死，没死。新事，是啊，事情办得如此圆满，多亏了处长的决定。哪里哪里，这只是刚刚开始啊。哎，你坐。日本人占领中国一天，我们就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。还有那个令狐，是一件让我非常棘手的事情。可是这次行动足以证明。证明什么？证明他是我们的人，是不是？证明他很有能耐，是不是？证明他很有诚意，是不是？哼，我看不然。对于这种人，能不能先加以安抚，逐步利用，以观后效呢？致电上海站。终于了却了顾冶平这桩心病，前方的将士可以安心打仗了。是啊，这个败类差点惹出多大的乱子来呀！这次多亏了灵狐他们这帮人呐。哎，对了，上峰来电，特别提到要给他们中奖，你给灵狐带个话，就说上峰对他们这次抗日报国的表现极为赞赏，希望他们能够再接再厉啊。这点我倒是不担心，不过您觉得灵狐还会和咱们继续合作吗？你还别说，灵狐还真是一把好手，我真是希望他能够摒弃前嫌呢。你能不能去试一试，看他们愿意不愿意带着人加入到我们这边来，成为上海站的一员。如果他愿意的话，我可以给他一个行动组组长的职位，少校军衔。这个有难度啊。你也知道，在顾冶平这件事情上，灵狐绝对不是，也不可能是冲着升官发财来做的。啊，不同意也无所谓。只要他能老老实实跟咱们合作，我保证他每完成一件事都付给他很好的报酬。我已经派人去找过他了，只是到现在还没联系上。这个灵狐还真是只狐狸啊。不，他比狐狸都贼呀。他到底在想什么呢？
小姐，别哭了，人死又不能复生，就节哀顺变吧。关。算不算一个说话算话的人？当然了，我大哥是顶天立地、说话响当当的男子汉。顾野平该不该死？也许是出发太久，我竟然迷失在旅途，我最亲爱的朋友，你让我再一次醒来，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我，来自这个世界，来自我们真实的生活。故事里始终都有爱，无论有什么样的艰难曲折，故事里永远都有爱，永远是美丽温暖的光明结局。故事里始终都有爱，